Dai, quando veniamo con te ci entriamo, va bene?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个欧洲就是很晒太阳，因为他们这边天气本质是冷，对，然后太阳是让带带温暖的，是热，对。来来来，各位，我们来跟着他们亚妈走啊，走了。哦，这样好稳啊，难怪那种大型的都可以。现在走亚妈走的路线，为什么每天都是开始已经布置了？他六月七号。这么早就布置，六月七号他，他这个亚妈都就从这个大教堂那边走过来。在外国要炒地皮要做什么，其实越是很难的、啊。还有这个巴士站啊，那么现在左手边也是以前的这个医院，现在改为这个旅馆的，还有这个啊，这个、就是那个斗牛场的，啊，现在左手边斗牛场。那么现在斗牛场啊，可能很多很多像巴塞隆纳斗牛场，已经到明年就完全不再使用了，因为在。保护动物团体每天看一看，德里还马德里斗牛还正在非常热烈啊，四月下旬一直到十月初啊，所以现在呢，现在五月啊，很多现在开始就很热了。